哎，廖志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谁？你来到这世上是要做什么？你以后要往哪里去？哇，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啊！就是吗？什么能让我快乐？金钱，金钱能让我快乐。看见帅哥能让我快乐。睡觉，睡觉。如果有一个神，我会问他为什么把我照得这么好看？我的男朋友在哪呀？我现在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人，我想要的大部分都可以达到了。那为什么我是那么难过？我从一个人发展到50个人光谱群体，很多人就说，哎，非常顺利，感觉你很幸运。过去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，我唯一能靠的就是我自己。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人生就是如此吗？当我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，我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。太漂亮了！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对耶稣的认识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，从这里开始进入到这里。我感觉到我找到了我人生要找的答案，就在这里。直到我认识耶稣以后，我真实的经历到什么叫做有意义、有目标、有价值的生活。